边这个很 Q 的紫色小萝莉，酸奶界的第一辆餐车终于出现了，而且分分钟今天就在你的 location， 不用再特地到店里面去排队买，只要开车 pass by， 你就可以把酸奶芭蕾打包回家，为一直以来他们的支持者带来很方便的福利。而且他们现在还全新推出了新 menu， 九月的新品饮料在他们的这个流动餐车也能够 order 到。我先介绍我平时最常买的鲜果酸奶多系列，这杯是葡萄的口味 yogurt mix 跟水果冰沙。在 request 讲我要 add on 寒天，其实这杯里面本来就已经有非常 Q 弹的果冻，所以就算没有 add on， 它本来里面就已经口感丰富，味道是很 fresh 很清爽，喝了不会觉得腻。再来这杯芒果水果装酸奶，就是刚才告诉你们最新推出的九月新品饮料，这个我们选择 add on 西米。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喜欢永记甘露的朋友，这一杯的口感跟味道你绝对会喜欢。还有他们的招牌酸奶紫米露的系列，有朋友那天 recommend 我 order 这一杯桂花的口味，他们给紫米的分量是非常的舍得。如果今天你是不想吃东西，来一杯他们的紫米酸奶露，不只是有营养，而且还能让你感到饱足。不想喝冰饮料的话，可以 order 他们的常温酸奶，不是热的，常温是有个原本的冷度，不加任何冰块，每杯都含有100亿活性益生菌的酸奶芭蕾。推出了他们自家的 VIP Premium 卡，只要注册成为他们的 VIP Member， 就能够享有更多的优惠跟福利。而且在国庆日期间，他们也有特别的活动，酸奶芭蕾的流动餐车每个星期二到礼拜都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，分分钟他今天就在你的身边。想要知道他们每天的 location， 就一定要留守他们酸奶芭蕾 page 的最新 update。 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丰富零食，去找美食。